好久啊，我闺女给的。哟，你刚搬来，我跟你说呀，老向啊，现在是熬到头了。他的三个女儿啊，一个比一个优秀。老大，在上海买了大房子，女婿啊，那叫一表人才，还是博士。孩子一生，哎，还就是一对龙凤胎，这要是姑娘能干呐，可比儿子强多了。哟，大平啊，昨天我对家里面的那个账单，上个月你点了一杯奶茶。啊？你不是乳糖不耐受吗？给哪个小姑娘点的呀？给大圆点的吧，好像。大圆不减肥了，还喝奶茶。 啊！哎，他家老二和老二女婿啊，就在咱们这儿的生态局，夫唱妇随，感情特别好。哎哎，他家的二女婿啊，也是难得的有孝心的。 哎，给谁发给谁发。我跟你说啊，别老给我打电话。哈，干嘛呢？什么干嘛呢？你回家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游戏玩家，老给我病。 你也不吭声。哎呦，你这怎么又是包子呀？你爱吃不吃啊？哎呦，
你怎么又不冲厕所啊？我这要吃饭呢，聊厕所，你帮我冲一下不就完了？自己冲。哎，最优秀的呀，还是他们家老三，美术学院硕士，刚毕业就在苏州开启了工作室。那以后要是结婚，那女婿绝对不会是一般人。有男朋友吗？哎呦，还没有啊。哟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有了也不一定告诉你。怎么会？向南有对象，他不告诉我？哎呦，绝对不可能。感谢投喂。什么时候可以拜见岳父大人？尚千姐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这全屋的智能系统都是咱们设计的，这电视的语音功能默认长期打卡，所以他认定是咱们将用户隐私发送给了第三方。出轨被她老公发现了，正在闹离婚，情绪很爆炸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这个房间除了电视其他都没有连接我们系统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我平时的重要电话都是在这个房间打，啊，怎么泄露的？细节还那么具体，这不是监听，这是什么？你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我十分钟之后要出门的。你们今天如果不给我结果的话，就等我律师函吧。莫太太，你这个房间重新装修过吗？没有。那这幅画我能摘下来看一下吗？您看这个墙纸这儿明显是打过补丁的，来会儿。哎，带梯子了吗？带了，拿一下吧。您看，莫太太，我都说了，图纸上没有确认过的设备，我们肯定是不会安装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。这个您是不是跟您先生核实一下？如果您非觉得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是我们的责任，那公司可能也得跟您出律师函。圆圆，你给那个莫太太把上门检修的费用，小程序里操作一下。好。向前姐，这也太爽了吧，够解气。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儿，还非要赖别人。向前姐，你看得真够细致的，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。我能不细致吗？我要不是仔细看，他不都要给咱们发律师函了吗？这你监视我，我监视你，这样的婚姻也太恐怖了吧。要这样的话结婚干嘛？单身不香吗？赶快回家，有事协商。姐，我们车在停车场，我们过去吧。啊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姐。喂，爸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赶快回家，有重要的事情。明明就是重要的事儿。老头子真以为我住在隔壁呢。说回家就能马上回家，我从上海一来一回两个多小时呢。刚火急火燎的给我打电话说重大事情马上回家，我这还上着班呢，又得请假了。客户定制的瓶子刚烧了一半，看来得重新做了，一会儿家里见吧。啊，停这儿吧，谢谢啊。大姐，您先走吧。你是坐谁的车回来的呀？哦，我正好有个朋友住这附近，他顺路载我过来。哎姐，这老头子又要干嘛呀？不知道，说是非得见面说。哎，走吧，听着。走。
是阿姨，等会你们回来啊。嗯，阿姨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爸妈，哎，人呢？把脸露出来。哎呀，向前，又向前，给我打电话。他们俩，我在拿这个线。哎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来吧，来吧。我的天哪，妈，你这穿的啥？认识啊？照相，拍成照了。告你们爸，聚一次少一次了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旧城改造，咱们这片房子都保不住了。向南呢？对了，快来快来，嗯，好看吗？怎么了？这手放哪儿？放看。这行。向中向中，笑一个，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，向前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向前向前，笑笑笑。得，就向前一个人不好好看。哎呦，唱唱唱。行了，我有重要的指示要跟你们说，进屋吧。把妈拉回来啊！把妈先拉回来啊！自己在这唱吧，啊，快来吧！还有这样，妈，你从哪儿下去的？下去的，我游过来的。爸，来来来，看看，唱的怎么样？真好，给他们发过去。哎呀，发发，向南你去。我是向中。那向中，你撅个嘴干嘛呀？你这没什么高兴事儿。没事，行行行。哎呀，说正事儿吧。是这样啊，咱们家这房子呢，将来拆迁的话呢，补贴一定不少。我跟你妈妈呢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把这份钱呢划成四个份，我们留20%，作为我们两个人呢将来养老的钱。向前现在这有两个孩子，以后跟高平怎么也得再生一个呀，所以呢给向前留20%。嗯，江中呢生活现在比较简单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给你留20%，剩下的呢我们就留给向南。啊，嗯，不用爸，我用不了那么多，别都给我呀。你为难什么呀？为难啊，我一分不要，都给向南。不用，姐，你不用怎么行啊？不用他能高兴吗？不是，向中，向南这一毕业得创业，将来还得结婚，你给他多点钱，这有什么不应该的吗？我没说不应该啊，我同意了，我没意见呀，都给他，不都说了吗？哎，你们看看他这种说话态度像没意见的吗？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啊？他这个态度像没有意见的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根本就是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对吧，妈？谁通知你了？不就你同学那群里面散播的小道消息吗？哪个有关部门正式通知你咱们家要拆迁了？对呀，对呀。就算真有那一天，我觉得我们的意见也都是您跟我妈把钱留着养老，然后你愿意给向南多少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不要。不是，我也不想要。不是，我这样分配不合理吗？不是，以后这种没头没脑事儿能别叫我们来，我们还得上班呢。家里有事把你叫回来，有什么不应该的吗？我没来吗？我哪次没来？不是随叫随到了吗？我还得直播呢。我们这个事情还没谈完，你直播什么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小钟啊，钟，该吃中午饭了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想吃。吃饭耽误不了多长时间，啊？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啊？就当把我丢在乡下没领回来，有事儿直接找向前向南就好了，不用找我，可以吗？哎，你慢点。你说我来干嘛呀？看着路，看着路。要是这样，以后就不要回来了。因为我想回来。哎呦，你能不能少说？行。又在这干嘛呢？吵什么呢？向庄，你是不是又在这儿不好好说话了？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？哦，每次我多说几句就是我的问题，你们就没问题了？什么问题？就那么点问题，纠结了20多年了，那是爸妈的问题吗？那是政策的问题。对，政策问题是政策问题，为什么要生呢？行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咱就一步错步步错，行了吧？
您有什么错呀？还不是想给向家生个儿子吗？我要是个男孩，能送到乡下去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当时生男孩，我一样把他放到农村去，知道吧？谁知道？你在这胡搅蛮缠什么呀？怎么又上升到男女的问题了？你这个孩子真是，不是你说他？哎呀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谁啊？江南，谁在跟你通电话？我男朋友啊，男朋友，这什么男朋友，什么人呀？就是那个人。都来了。穿西服那个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对，摇扇的那个，摇扇，怎么都没头发了？这个，这得多大岁数啊？不是那个摇扇子的，不是那个，你们往上看，上面那个，上边哪个？广告，这不是那谁吗？叫什么？这个人叫江宏斌，是不是？对。江宏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一个做地产的，还挺有名的，做的挺好的。这就是他给他自己那楼盘做的广告。对对对，这还差不多呀。差什么不多呀？差多了，这个也够老的，这肯定还都修了图的，要不更得老。向南。多大了？还行，没多大，40多点儿。这40多了吗？啊，这还行吧。你才多大？向南，什么情况？他是结过婚，但已经离了。现在孩子现在怎么的？就他一个人吗？有过一个女儿，现在快15了，但是跟前妻生活在加拿大，他自己现在是一个人在国内。女儿在加拿大，他在星球外边，他也是他孩子，是不是？这个岁数了，离个婚有孩子不也挺正常？哎呀，想中，这争什么呀？谈了多长时间了？虽然我们才在一起半年，但是他对我是认真的，是真心的，他想跟我结婚。我想着。还没跟你们见过面，至少让他过来跟大家都认识认识，跟家里人吃个饭见见面什么的。对，不用，你满意就行了啊，我是没意见的。你妈妈有意见吗？啊，我和你妈妈都没意见，行了吧？爸，我妈尾巴断了吗？啊，没断就赶快走。我这不是想着跟你们商量商量吗？不用商量了。这哪叫商量啊，你就是通知。老头子白疼你了。姐，大姐，你跟我走。姐，我是不是完了呀？你完了。我跟你说，都是你惯的。哼，怎么又是我惯的？都是你惯的，不跟你一样吗？真是的，就这么下去吧，越搞越好。哦，哎呀，行啊，哎呀，干什么呀你？你有事跟孩子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什么？打电话，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呗。什么都瞒着我，我凭什么跟他说？两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窝心，向中甩脸子，这我就不说他了。小的时候确实我们对不起他，向南呢，我们把整个心思都扑给他了，换来什么了？快结婚了，这告诉我们，还找了一个离婚带孩子的。你说这个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我们是浦新区派出所的，您是兰芝吗？我是啊。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，配合一下调查。啊？哪儿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他走啊？啊？他怎么了？
你经历的事儿太少了，而且你找一个这么大年纪，我真……怎么了，爸？啊，向前，向前，我跟你说，你妈妈被警察带走了。什么？我们现在回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一天呢！快看看，这说什么了呀？没说什么，来了就给带走了。这不是，要不要找一下冯月？他们家公安系统认识人多呀。你能不能别提这个人了？我跟他离婚了，找他干嘛呀？你现在不找他，找谁呀？你这个现在能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你不找他能？不是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给律师发过去这个拘留通知，我看一下什么情况。爸，你别着急，现在你先找律师。现在你给爸泡杯茶，别上火啊。我，你干嘛去啊？给妈收拾两件衣服。怎么样，吴律师？初步判断呢，是一起聚众卖淫嫖娼的案子。是什么案子？聚众卖淫嫖娼。我妈。吴律师，您刚才进去见的是我妈吗？兰芝，59岁，是您母亲吧？啊，是。这不可能啊！这。您先别激动。不是您母亲卖淫嫖娼，涉嫌主犯叫林淑芬，是您母亲以前在丝绸厂的同事，也是这家组织卖淫嫖娼美容院的老板。您母亲确确实实给林淑芬介绍了几个上了年纪一点的女性吧，而且她还收了介绍费。阿姨跟我说了，从头到尾阿姨都不知情，是林淑芬主动找到她，让她给介绍几个人到林淑芬的美容院去做美容。所以说呢，如果阿姨说的都是实话，那法律上应该没任何问题。不是，您刚才进去看见我妈，她那个状态怎么样？比较慌张，也比较紧张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跟她说了，我告诉她实话实说。那个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阿姨应该是介绍他人卖淫，可能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还要处罚金。如果情节恶劣严重的话，5年以上也是有可能。这还需要一个调查取证、排查的过程。那这过程是多长时间？法律上刑拘应该不得超过37天。茶在哪？哎，还有空瓶，空瓶也留着。哎，花医生这儿呢，给他泡茶去。行。爸，给您泡了个花旗参，喝点。歇会儿吧。爸，你别担心，大姐不都找律师了吗？不急啊，只要有大姐在。最后都能逢凶化吉。圆圆，你现在从公司出发到国金去，去哪个柜台找谁拿什么东西，我一会儿再发你。然后送到哪儿，我一会儿也再发给你。高总，哎呦，
荣幸，向小姐啊。好久不见。我刚吃完饭，准备送客人走，你一个电话来了，让我等你，缘分，快坐。我太幸运了。你看啊，这都已经下午几点了，没吃饭吧？哎，我帮你点了几个菜，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也别耽误您下午的时间。啊，好。我就是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。那个，我妈妈被牵扯进一个不太光彩的案子里面，刚刚呢把人带走了，现在在看守所。什么案子呀？我刚刚跟律师见了一面，说是涉嫌介绍卖淫嫖娼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也挺想笑的。这绝对不可能，我妈妈不可能干那种事儿。她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了，她肯定是被人骗了。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个公安机关要调查这个事实，它需要一点时间。您不是跟公安口的人比较熟吗？我就想拜托您，能不能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先调查我妈妈这条线。如果是被冤枉的，就是没有这个事儿，早一点把人放出来。因为我妈她是个小公主，她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些事儿。啊，明白，明白。哎呀，非常理解。你看看你这做女儿的，是令人感动啊。啊，那个，我呢，前两天看您太太的朋友圈，说喜欢这个包，然后我刚好有认识的柜姐，我让她给我留了一个。我还说呢，是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，这不机会就来了。你我之间就不用这么讲究了吧？这哪儿讲究啊，这就是一点心意。高总啊，打扰了，您签个单。好。哎，别，我来。高总，您给我个机会。哎，你干嘛呀？给我个机会，买个单。哎呦，谢谢，好嘞。那谢谢啊。刚吃完饭，哎呀，就那个向前，请了他好多次，一直给我事儿事儿在那装。你看，这回求到我了吧？哎呀，你说都快40了，还装什么小姑娘啊？啊，行了，就这啊。高总，哎，单我已经买好了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这就走啊？啊，家里都等消息呢。就拜托您了。放心吧，小事一桩。麻烦您了，回见，回见。哎。刚才在开会，没接到你电话，怎么了？家里出了点事，正在解决。颐养社区的方案，总公司没通过。为什么？见面说。哎呀，看看，妈妈最喜欢花了，得放这儿。哎，摆这儿，多好啊！哎，嗯，回来了。哎，向前。哎，向前，妈妈呢？妈妈怎么没回来？我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得等排查完。嗯，哎，妈就是被牵扯到一个那个，医美诈骗。嗯，主犯是那个我妈原来那同事，丝绸厂的林淑芬。就是开美容院那个。您知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他？他年轻的时候跟你妈妈两个人在厂里，那厂花吗？那您知道他现在干什么的吗？你不刚不说开美容院的吗？对呀。啊，对，所以是医美诈骗嘛。妈是不是被人家骗了呀？
那肯定是。吴律师说咱妈说了他是不知情的。哦，吴律师也说了呢，就是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，他那关几天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排查清楚了，他没有问题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妈妈那么讲究一个人，在那里面他怎么受得了呢？我刚才不是收拾了几件衣服给他带过去吗？哼，他胆子那么小，这回还不吓坏了？那也没有办法，吓不吓坏了，反正咱们现在谁也不能去看他。我已经拜托吴律师了，每天去看一眼他们，告诉咱们是什么情况。你妈妈心脏的药是不是没带呀？快，这个事儿可是大了。这个我妈平时的维生素也给她拿上。你看看药没带吗？添加剂，对，你看这2017年的，多少年了，都恨不得长虫了，我的天！快扔了，还往回捡。爸，去哪儿啊？快赶上去！哎，出去了。哎呀，去哪儿啊？爸，爸，哎，爸，爸，您上哪儿去啊？您上哪去过？我陪您去。下班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给我妈妈送药。他那个心脏做了支架手术，每天都要吃药的。麻烦你看一下门吧，我就把药递进去，我人也不进去，行吗？啊，维姐，爸晕倒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刚刚他去那个提款机上面查余额，他看了一眼，然后回家之后就晕倒了。现在呢？我跟二姐在一起呢，我们叫了救护车，现在正往医院送呢。你什么时候？哎，救护you
有事啊？大爷，我能跟您接电话用用吗？我这手机摔坏了，然后我车也没油了，停在里面，我找个人来接我。哎，老大，我手机摔坏了，然后车也没油了，我真的是只能背出你的电话号码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你没事吧？你现在哪儿呢？我在那个浦新区的看守所。那个还有，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向南，让他给这个电话回一个电话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然后麻烦你也告诉一下高平，我手机摔坏了，让他赶紧跟我联系。好，你别着急啊。哎，好嘞。大爷，我能再等一个电话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来，先生，坐着慢慢等。哎，谢谢。不急啊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手机摔坏了。爸怎么样啊？啊，爸也没事，刚刚醒了。医生怀疑说有点小中风，现在打算给他拍一个脑部的 CT。那他现在说话呀、意识啊、脸上的表情啊什么的都正常吗？啊，正常正常，意识是清醒的。行，那个，你跟你二姐都在呢吧？嗯，对对对，我们都在。我先不过去了。车也没油了，我还等着柴静来救我呢。我明天再回去，你们俩照顾好爸啊。哦，好好，你不担心啊，不担心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有急事儿的话，待会儿你先给柴静打电话啊，一会儿他就来找我了。啊啊。大爷，谢谢你了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没事没事。你这脚怎么了？啊？摔了一下。行吧，能走路吗？要不要先去医院啊？没事，我现在觉得疼，可能就是破了点皮。你先上车。谢谢啊。找了个旧手机，你先用着吧。这都能想到？这点事儿再想不到，我不是白混了吗？这是我今天遇到的最好的事情。你家高平还没联系上啊？他还真挺忙啊。关键时刻就找不着人，这个点应该是带孩子们吧。嗯，湘南都跟我说了，老太太让人给骗了呗，破财免灾了啊。要是让人骗了就好了，他是涉嫌介绍卖淫嫖娼。我的天哪，什么情况啊？那老太太的药你送到了吗？没有，差几分钟没送进去。跟我去找一趟小白，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。小白的叔叔都安排好了，一会儿值班的就过来。总麻烦前女友不好吧？我倒是想麻烦现女友啊，她不是也没有吗？事儿太多了，不知道哪个是啊。放心啊，我争取多找几个。我先去啊。
哎，我陪你进去。啊，不用，真的没问题。Hello， 大爷，又是我。姑娘来了，帮我开下门吧。好的，谢谢。真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那我在外边等你。好嘞。大夫也说了，反正输完液就留院观察一晚上，再看看情况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二姐，你明儿是不是有直播呀？要不你回去歇着，我在这儿守着吧。还早，没事儿。行。那天都没来得及问你，那个江红兵吧，他这种条件那么好的人，身边肯定有女孩天天围着他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跟你在一起啊？嗯，可能我长得最漂亮吧。我知道你好看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这种做生意的人吧，城府很深的，你得多了解了解，对吧？你也没办法保证说他只能对你一个人好。那我当然保证不了，但是你想啊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过了几年我是不是还爱着他呀。谢谢呀，大爷，谢谢谢谢。顺利吧？顺利。给你打电话是最正确的决定，你真是我的万事通。放个电，电夫，先把伤处理一下吧。这也太细心了吧！需要我帮忙吗？你这裤子弄不上去。谢谢。趁你今天回来还挺早啊，还没睡。问你点事儿啊。那个，咱俩账户里钱去哪儿了呀？总有一些会失去，再也想不起，断断续续的消息然后忘记，谁还能面对生活给你的勇气，是低头或昂着手都要在一起。他一袭夜风清凉，不带走一悲伤，那些晚归伴月光也会有人思量，他一路星辰大海穿越过草上，一段熟悉一段陌生都是萍水相逢，总在午夜流相送，总在午夜流光中
长，我已是两手空空，怎样过幸福？那夜的星星